我哥哥经常去网吧通宵，要不是看在他会烧几个破菜，会讲几个睡前故事，还有那个从小陪我到大的娃娃的份儿，我才懒得管他呢。用法术做算什么本事？给。什么鬼？你见过鬼？我这两天不是天天见吗？不怕，今后有布娃娃。他抱着他，我会做噩梦的。不要。为何发脾气？